在1998年拍摄的十分钟文艺短片《百里相煎雨》中，周杰伦饰演一个街头手风琴表演者。在他街头卖艺时，遇到一个要饭的老奶奶，看老奶奶可怜，就把自己拉手风琴得到的钱都给了奶奶，然后很酷地走掉了。没想到这个奶奶却是一个行为表演艺术家，在街头装成乞丐，想引起人们对慈善的重视。老奶奶在一个艺术展的发布会上，突然把看展的周杰伦叫上台，说这个年轻人和我一起完成了表演。时间来到2000年，新世纪的到来让人们开始思考，21世纪究竟会发生如何的变化呢？对于华语乐坛来说，90年代中期那样火爆的气势也在慢慢衰减。唱片行业的颓势虽然还并无端倪，但诸多歌手却遭受了唱片销量的遇冷，当时的徐若瑄也是其中一人。1995年在日本爆红的徐若瑄，经历了几年辉煌的发展，所在组合一度成为东南亚最知名合唱组，还甚至受邀参加了红白歌会。但是到了1999年，由于销量不佳，他所在的乐队组合就此解散，徐若瑄也回到台湾发展。可是在台湾发行的第一张专辑的销量成为了所有发行专辑中最低的一张，这让他的心情跌到了谷底。但是这个时候周杰伦站了出来，他邀请徐若瑄给他写歌，而在此之前从未有人向徐若瑄邀歌，这给了他极大的信心。徐若瑄后来回忆说，他非常感谢周杰伦，这是他音乐道路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果没有周杰伦的支持，他可能那时候就会退出乐坛，不再发行专辑了，如果是那样，也许就不会有后来的徐晃之称了。正好在这时，周杰伦给吴宗宪写的《春夏秋冬》让他大呼难受，由于唱不来被宪哥退掉，周杰伦便把曲子交给徐若瑄，让他来负责填词。看到那么多的作品被许多歌手退掉，周杰伦也萌生了自己唱的想法。绝大多数日子，当杨俊荣早上来到办公室写歌到深夜的周杰伦还在睡觉，杨俊荣不忍吵醒他，他觉得这个年轻人很努力，也觉得他很有才华。就这样，在公司的角落里默默地待了2年的周杰伦，再次勾起了杨俊荣的引荐之心。他找到周杰伦，问他宪哥后来有没有提出道的事情。周杰伦说，宪哥答应他，写出10首就发片。杨俊荣便问他写了几首了，周杰伦不好意思地回答说，只有1首。而这首正是之前被宪哥退掉又经过徐若瑄填词的新版春夏秋冬。杨俊荣要过这首歌的样带，随着一声俏皮的口哨声，活泼轻盈的前奏响起，由远及近的直升机螺旋桨声盘旋耳边，
仿佛那一瞬间，一个时代诞生了。听完这首四分钟的小样，杨俊荣不敢相信，神色激动，向周杰伦发出素质三连。这歌你唱的？对啊，你写的？对，我写的。那个和声是谁写的？那个和声很漂亮，那歌和声 我听到那个音乐的生命力，是我写的。谁唱的？我唱的。谁编的？我编的。哦，等我一下，那就跑进去。哎，钟宪，这一咖你摆了一年多啊。他向吴宗宪保证，如果周杰伦没有红，只说明两件事：一，我眼光有问题；二，我能力不够。他深深感受到周杰伦的与众不同。杰伦的歌很怪，怪得前所未有，却也是开天辟地。多年后回想起来，杨俊荣依然很兴奋，一首歌打破了杨俊荣以前对音乐所有的观念。原来歌词不一定要押韵，原来吐字不一定要清晰，原来音乐可以这样不受限制。见到吴宗宪时，杨俊荣恳切地对他说，这个年轻人我要自己来带，你交给我，他一定红。就这样，多首未被录用的歌曲被杨俊荣重新救火，除了这首《可爱女人》，还包括遭人退货的《龙卷风》《黑色幽默》，也一并被周杰伦拿来自己唱。他意识到，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不能埋没在自己手中，他一定要让周杰伦绽放出应有的光彩。如果说吴宗宪是发现周杰伦的人，那么杨俊荣就是发掘周杰伦的人。事实证明，杨俊荣眼光与能力都没问题。吴宗宪第一个发现了周杰伦的音乐创作能力，而杨俊荣第一个发掘了周杰伦作为时代天王的潜质。吴宗宪也早就考虑过发片，但他觉得杰伦的歌太怪，那么多作品都遭到别人的退稿，他自己也唱不来杰伦的很多歌，所以他非常担心发片之后得不到市场的认可，导致迟迟下不了决心。而杨俊荣到来时，周杰伦才完成一首新歌，李健哥要求的十首歌还远远未及，远没达到答应给他发片的条件。不过杨俊荣认为，这样有才的年轻人就不用再为难他了，干脆让他把被推的歌直接拿来发片。看到杨俊荣如此坚定地支持周杰伦，吴宗宪便拍板了发片的计划。至于三天写出十几首歌，并在其中选出十首歌放入专辑的说法，只是吴宗宪交给周杰伦的功课，而并非是发片的关键。后来吴宗宪在节目中称，他是让杰伦十天写出50首歌，这一说法也被周杰伦后来否认。他说宪哥说话素来比较夸张，应该是三天写十几首才对。宪给发掘应该是三天，他希望我要写十几首歌曲啊，这是他给我一个个功课啊，那他从里面挑选歌曲去用，所以那时候都会很期待自己的歌曲被录用，你才有钱，你才可以拿回家给爸妈。所以那时候呢，然而，其实，在杨俊荣之前，还有一位音乐人曾经和吴宗宪同时看上过周杰伦，他叫吴清俊。当年周杰伦参加超级新人王，刚刚报名参加，还未角逐到最后时，吴清俊就在这个节目上看中了他，于是私底下跟他约见。两个人畅谈一番以后，吴清俊对杰伦的音乐才华非常认可。由于吴清俊家里有自己的工作室，他便让杰伦在他自己的家里写歌。在那段时间里，吴清俊给周杰伦做了7首歌的小样，并和周杰伦洽谈签约的事情。但当所有的事情都商量好了，连合约也签订之后，吴清俊突然发现他身上已经有约了。吴清俊后来回忆说，当时连杰伦自己都不知道，他问了杰伦很多次，他都说不可能。最后吴清俊让杰伦把上吴宗宪节目时签过的东西拿来看，才发现他确实是签给了吴宗宪。
原来吴宗宪的这个节目对于所有站到舞台的选手都有一份事先的合约，层层比赛结束后，选中的选手直接进入公司，没有选中的选手则合约失效，这是吴清俊后来才知道的。而因为吴宗宪没有正式声明这一点，周杰伦也没有仔细查看合约的每一项条款，让吴清俊陷入了非常尴尬的境地。按正规渠道的处理，吴清俊应该去打官司，因为周杰伦也跟他所属的华纳唱片签了一份正式的合约，同时和两家唱片公司签约是违法的，但吴清俊并没有这么做，他没有考虑多久，就直接把周杰伦跟华纳签的那份合约撕掉了。后来，华纳公司的老板知道后，对吴清俊的做法表示很不满，但吴清俊认为，他当时如果不这么做，杰伦未来的路就肯定会不好走，打官司是很复杂的事，他可能会错失最适合的时机。由此，周杰伦非常感谢吴清俊，在得到发片机会的第一时间就去找到吴清俊表示感谢。2002年，吴清俊也从华纳跳槽到阿尔法，与杨俊荣并列总经理。后来在周杰伦导演处女作《不能说的秘密》当中，周杰伦邀请吴清俊扮演了他的老师。那就是消防，大老远就听到你的声音，这里是学校，不是让你泡妞的地方，上课也不专心，我告诉你，给我小心一点啊。嗯。而那张录好七首歌的小样 CD 至今还珍藏在吴清俊的家中，成为全世界仅有的一张。在决定周杰伦专辑投资的股东投资会上，周杰伦需要现场表演弹唱，可是他却不知道应该唱什么。这时候公司的一个年轻人推荐杰伦唱《黑色幽默》，面对公司高层的外国人，周杰伦突然紧张起来，唱歌时声音太过于小声，并没有获得在场的青睐。周杰伦以为这次没戏了，没想到他又获得了第二次演唱的机会，这一次他发挥出色，股东们表示满意。到后来他才知道，原来是刚才那个年轻人跑去给杰伦求情，希望能再给他一次机会，这才有了第二次的演唱。这个年轻人比周杰伦大7岁，他就是刘根红。刘畊宏出道很早，早已成名，但在周杰伦默默无闻的时候，他给予了杰伦最大的帮助。两个人刚刚认识时，跟已经成名有房有车的刘畊宏相比，经常遭遇退稿的周杰伦手头并不宽裕，仅仅是不再跟妈妈要生活费了，卖掉第一首歌时，他兴奋地提出请刘畊宏去吃高雄牛肉面。那天畊宏多叫了几个朋友，结果他的钱不够付账，刘畊宏二话不说替杰伦付了账。后来周杰伦回忆说，他把衣服给我穿，给我买吃的，还开车带我到处兜风。当时刘畊宏除了女朋友，他的所有东西都拿给杰伦用，两个人经常在一起打篮球，可是每次打完刘畊宏都非常不爽，就像杰伦自己说的，他传球不看人，投篮不看板，何以不得分，一定要耍帅。Thank you.
杰伦家离公司远，常年住在公司，而刘畊宏的家离公司很近，于是刘畊宏家就成了周杰伦的第二宿舍和公共浴室。一次，周杰伦、刘畊宏、温岚三人去到刘畊宏家里，刚打完篮球的杰伦要到浴室洗澡，他洗得太久了，一个小时了还不出来。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温岚忽然觉得自己很不舒服，想要躺一下。等到杰伦出来换刘畊宏进去时，刘畊宏也开始头晕，但他还是勉强进了浴室。这时外面的周杰伦慌张地大喊道，不好了，温岚口吐白沫了。刘畊宏和周杰伦此时渐渐也开始神志不清，周杰伦便趴在地上慢慢爬出门去求救。简陋，那他常常洗澡就不能够洗很舒服，那我家就住在公司旁边，所以我就到我那边去洗澡常常。那那一天我们正好可能打完篮球，他可能酒没洗，想洗干净。这酒稍微洗得比较久了，这个洗了将一个小时，没有想到，哎，他洗完之后，我从沙发一起来的时候，我就突然觉得头又晕了。然后后来他就告诉我说，那个温岚在旁边嘛，我们当时写歌什么，温岚已经吐白沫了，我还以为他在开玩笑，我说怎么可能，温岚应该睡在沙发上，好，就像真的吐白沫了。所以我就说，杰伦，我们赶快出去叫他把温岚可能抱出去，去叫救护车或者什么。后来没想到我去拿鞋子回来的时候，我就发现头非常晕，我就想，哇，不行，我们是不是食物中毒了还是怎么样？因为瓦斯中毒完全没有味道。对，我就打电话给19，但当时整个头晕过去，我就说杰伦，你赶快去外面求救，求救。然后他就哇，这个他就爬这个电影配乐的，他也是用爬的爬出去，爬出去敲门，去敲每一个门，一间一间门。我想真的，那时候我觉得是不是到底发生什么问题了？就是不是命运正在捉弄我们呢？每一个门敲了没有人回的，等到我真的是敲到最后一间哦，我用爬的敲到最后一间，终于有人来应门，他说你是不是嗑药？不是，因为他以前很瘦，然后刚洗完澡，整个头发又盖在眼睛这个地方，然后穿一个 T 恤，然后长裤子。我说我没有跟你开玩笑，赶快。所以那种情况是很紧急，叫救护车。其实那个讲老实话，我们要是没有爬出去，真的，我们就在真的是很恐怖。经过这一次的经历，刘畊宏和周杰伦算是结下生死之交，在两个人一直的互帮互助下，他们的友谊直到今天一直持续20多年。在专辑即将发售的前一个月，吴宗宪把杰伦的歌拿给许多朋友去听。一天，李芳如听到杰伦的歌，她惊奇地问宪哥的品味怎么了，这字咬的国语不像国语，外语不像外语的，怎能入他之耳？多听，宪哥如是说。说完宪哥又开始叹气，杰伦这孩子什么都好，就是不太会说话，而且看到人群会恐惧，我担心他以后发片上电视通告会有问题。李芳如便说，先让他上个节目适应一下。吴宗宪立刻拍板，让周杰伦上我们的十字路口，反正这个节目只要不断的吃，不怎么需要说话。听到这里的李芳如瞪大眼睛，如五雷轰顶般惊诧，台湾年度舒适排行榜第一名，众多大牌艺人排队排号预定才能上的节目，竟然安排一个无名小生上通告。在周杰伦之前上十字路口通告的全是超级大牌歌手，刘德华、黎明、郭富城、陈慧琳、张学友等，高规格的接待方式变成了节目的常规，接机、搭机、五星级宾馆、高级保姆车，缺一不可。录影那天到了，一共2期，地点分别在台中的东海大学和逢甲夜市，杰伦被安排在晚上那一场，而杰伦当时的无名小生并没有享受到之前的待遇。请问我们家杰伦要坐哪一个航班？
经纪人客气地问，制作单位回答得非常直接，不好意思，机票紧张，能不能请他一个人坐大巴过来？制作单位还通知杰伦需要早点到，在夜市附近的一家麦当劳等待，因为他们也不知道具体几点开路。杰伦害怕迟到，凌晨搭大巴，不到早上十点就坐在麦当劳等着制作组出现了。那时距离他晚上开路的时间还有11个小时。当制作组看到他时，桌上的那杯可乐早已散成一滩水。我没念书的嘛，还是个笨蛋。拍拍手，拍拍手一下，要拍拍手。干杯，自己都是在红的。这是我第一次打新人。整集节目一共录制了2个小时，杰伦也得到了出镜的机会。他的表现也毫不逊色，不负众望，从头到尾只说了2句让人印象深刻的话：玉米还不赖，我想吃鸡屁股。套用宪哥的话，真是见鬼了。在首张专辑正式发行之前，杰伦的好友都为他保驾护航，徐若瑄、吴宗宪、刘畊宏、杨俊荣、吴千俊，还有同公司的康康等人，都为杰伦铺垫好了发片的道路。杰伦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专心写歌，专心唱歌。尽管第一张专辑的制作费用只有一般歌手的一半，但杰伦对自己的音乐依然非常自信。如果你要问为什么大家都来帮他，周杰伦自己的回答是，因为他是一个努力的年轻人，他是一个善良而谦虚的人。我的同事都跟他工作了这么多年，非常的愉快。为什么？只要 T-Man 是他，大家都不要以为 T-Man 是两个， T-Man 是他，他才是 T-Man。 是他的善良跟他的纯真让大家能够串在一起。这个写歌无数却四处碰壁的年轻人，是否会受到听众的青睐？又是否会像杨俊荣预测的那样，一跃成为乐坛最受瞩目的当红歌手呢？在这个新世纪的第一年里，孙燕姿、梁静茹、萧亚轩、蔡依林都相继走红，诸多新歌手的出道似乎成为新旧交替的预兆。不过绝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在这一年的冬天，有一个歌手即将发行一张专辑，他却后来成为最为耀眼的光芒，预示着周杰伦的王朝就此开始。刚刚听到宪哥演唱那个耍花样，然后这一次有滴血，自然会起化学